特别真，一到晚上我觉得像一个真的人。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啊，正式版首先它从母带处理还有混音上完全是跟之前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我们在加拿大找的人先做的混音，他在美国做的母带后期，编曲动了一些，前面我加了一些口琴的东西，整体跟前头是两件事情吧。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会演戏，特别是面对镜头比较不太会说话的人，我觉得那个孩子演的比较好。我是鼓楼先生，你能看到我吗？我是王凡瑞。